直播化妆，我已经化好了耶。今天化淡妆，这是什么啊？大富翁啊？罗文大富翁。我刚刚问我们的经纪人，因为我看到桌上有一个很像纸钞的东西，然后我问他说：“你们在这玩大富翁？”结果是钱。不是这个，我你们的那个人民币好像那个玩那个大富翁的钱哦，也小小一张，很可爱。不是吗？对啊，我没看过，我以为是那个大富翁的，没仔细看。我没看过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五块钱。分钱比这那一定很可爱，这样太小不会就是找不到吗？不会找不到钱吗？就直接用那个铜板就好啦，这样比较方便，就是都是一张一张的都会找不到。我也不知道，你看看我们 CNY， 来看。那我知道你们最大就100块，因为我是有看到了 CNY。喜欢我的人记得订阅我，然后关注我的微博，进入 QQ 群里面。我是那个萱萱，那你要跟我换台币吗？我可能不鸟你。假的。等着看看，是直接在战旗搜寻吗？你们要看台币。
台币最大张就是1000块。台币最大的面额是1000块钱。我今天没带钞票哎，我那个，我今天带一张悠游卡而已。啊，对对对，忘记有2000的。谢谢浮夸送的，谢谢。是你们要看零钱啊。我还真的没带，我今天急急忙忙的啊，就都带着悠游卡的出门。悠游卡就是在我们这边，就是坐车啊，搭任何的交通工具用，超方便的。所以你们来台湾的时候可以买一张悠游卡，因为它可以坐捷运啊、公车、火车，任何的车都可以。有些那个计程车也有，可以付悠游卡、IC 卡，真的、啊、IC 卡，羊城通。刚好今天没带嘛。交错。看你吃什么呀、啊？如果吃哦，还不吃饭吗？我下播再吃好了。谢谢浮夸送我的炸弹，一顿饭如果你随便吃个小吃的话，就可能卤肉饭啊，一碗汤啊，小菜啊之类的，100块有找。那假如你是吃那种像连锁餐厅的定时啊，或是套餐的话，就是大概250左右，1000块可以吃非常好。真的吗？草河，草河刚才跑去哪里了？真的，真的是。就那种套餐的连锁餐厅的，对啊，蒸多少钱？蒸多少钱是蒸什么？这个算吗？哦，对，我们平常就是一个便当啊，就4菜，然后一个主菜的话。大概80块就有了，一个月吗？一个月差不多，如果算大学生的话，一个月大概是25000到28000左右吧，没有到22000啊。因为现在有那个调涨的工资，因为我们这边消费没有算很高啊，对对，差不多4000多，你们那边的4000多块。我早上不还可以，下午就有一点点荡荡。